南非实施封城，当地医疗、粮食相当匮乏。慈济志工在封城前发放安心祝福包、大米和制作布口罩，进行急难救助。而现在不能出门，人人还是积极用心，为这个疫情尽一分力，也期待这个疫情赶快过去，大家恢复往常的作息。疫情肆虐全球，但慈济的爱也遍布全世界，不分语言种族，克服万难完成行善任务，提起长情大爱。南非呢也在做发放，不管是吃的用的，这都是很需要，所以需要的呢，爱的能量的那一份智慧，有充分的大爱，也要发挥呢无限的智慧。在当地，一位志工工作必须出差到纽约，结果染上肺炎，严格遵守医嘱对抗病毒，目前采检是阴性，不过还在居家隔离当中。很多人其实就是跟家人天人永隔，可能一分开就不会再见面。那病毒教会我的是，生命中很重要的，往往是我们失去后才会开始重视这种很幸福、很平凡的幸福。无形病毒找上门，没有人可以预料。而在贫乏的非洲，更期盼当地有更多人间菩萨爱的付出。大爱新闻杨安婷、邓明仪，花莲报道。